原神哥，你是要毁了英雄联盟吗？再度发明辅助建模，为所有的队友增长 25%， 这不就是 DF 的二五仔吗？众所周知，最近的韩服王者就已经彻底乱套了，尤其是下路辅助位已经没几个正常辅助了，究其原因就是被原神哥 Barry 给带坏了，经常玩一些奇葩辅助还能轻松拿下游戏。不过原神哥可不是乱玩，比如这把游戏中的建模，直接给队友充当二五仔，辅助留人能力拉到最满。首先是出装，第一件排眼刀，第二件薄暮法袍，其中排眼刀可以让原神哥牢牢霸占下路视野，并且作为最便宜的穿甲装，让建模前期伤害爆表。而第二件薄暮法袍就相当适合建模了，每当原神哥击飞对手，队友就会获得一个10%的增伤，并且这两件装备，一个2300，一个2500，可以说是现版本中最便宜的两件套了。因此辅助建模的成型速度要比其他辅助快很多。之后就是天赋，原神哥点出了冰川增幅，只要 EQ 中了以后 W 二段基本上就是必中的，对面如果没有位移还不交闪的话，只能被拉回来。除此以外，冰川增幅还能造成15%的减伤效果，配合上薄暮法袍的10%增伤，这一来一去就相当于25%的增伤，让建模变成二五仔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 Barry 的这个理解如何呢？